这里要验十四小时，然后括号 S 加8，然后乘以括号 S 加2，然后这边，然后 X 加8要等于零，所以 X 等于负8，然后这边 X 加2等于零 ，X 等于负2，所以 X 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负2，一个是负8。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我有问题，你怎么算出来是 X 加8还是加2？我厉害，哈哈哈哈哈！学校好厉害，我们那组的没有写呢。哇！叫阿念十字架，你的十字架。下啦！哇！OK， 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谢谢大家。